자 따뜻히 착두하다 똥얼렁 앉은 남자야 워킹을 가일 따라봐 바바바 아와냐 떼라봐 아와냐 칭차 떼라봐 아완떼완 칭차 떼라봐 떼라봐 부르지 험파 计划，跟你讲，不要讲你的思想话，你听不懂，阿万，你很过分哦。老师，没有啊。你可以呀、啊，电喇叭，为何我不能轰趴？轰趴电喇叭一样啦，我们一边响一边打。哇，唱的要不标准，讨厌！哎，是你先搞低级的，我才放下身段配合你。不过你也蛮大胆的，敢给警察逮喇叭，大家真该有不说不气。每次一到暑假，那些警察就有什么春风专案了，打官司、大搜查。这一次，我有很多姐妹都被带到警察局了。最可恶的就是那个干通哎！哦，所以你不爽，你给交通警察逮喇叭，逮喇叭算什么？我还跟他呛下，问候他妈妈，问候他阿妈，然后还念三字经给他听。哦、结果呢？结果我被开了一张28000的罚单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看到交通警察不要给他逮喇叭，也不可以给他念三字经，这都是犯法的哦。那看到交通警察要跟他说什么？要跟他点菜哦，点菜，点什么？啊、哦，你不知道，我示范给你看。喂，嘎通哎，你木耳炸的大鸡排来三片。还有，您白蓝鸟养的好小只啊！我问过荔枝了，根据内政部的规定，我刚刚讲的那些话，再根据中央图书馆的查证，不是脏话，是一种问候语。真的假的？教育部现在正在考虑，要把我阿万讲过的话编成一套语录，作为大学生的必教课程。也许我可以考虑把你介绍给新闻局，然后帮你出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我在塞牛里的日子》。干嘛叫两个蹦蹦啊？这是语助词。我跟新闻局长聊过了，他对加了“蹦蹦”这两个字很满意，他还说很贴切啊、哦。没有塞过榴莲是不能体会“蹦蹦”这两个字的含义的，好吧？那、啊、你有没有被榴莲砸过？砸过是没有，不是整颗吞下去，这个就比你厉害了。你吞过、啊？废话，你不知道、啊，当时他可以拿6把枪指着我，我 keep 多好，整颗榴莲呢、啊、没有扒皮、啊，单着一口吃香肠，咕噜，一声就吞下去了。整颗榴莲呢、啊、没有扒皮、啊，单着一口吃香肠，咕噜。一声就吞下去了，哦，真厉害！是啊，他给我看完之后呢，很高兴，安排呢我在他旗下的夜店表演，表演一场都交小20000块。这礼拜哈、哦，我已经要还了10几万了，我好感谢他给我啊，一来可以还债，二来每天都可以有榴莲吃，都不用再吃蒜头了。